好的，我们现在呢，先来完成这个雪纳瑞小狗狗的鼓鼓的这个大嘴巴的部分啊，用白色的线跟它是同一材质的啊，依然还是用我们的6.5的环形针来完成。我们需要上来一共给它起8针啊，看，还是捏着这一头啊。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好，起完这8针之后啊，我们需要给它翻过来以后，先织反针，先织反针，记住了吗？啊，先织反针是为了我们一会儿啊到正面就能够立刻的加针，形成我们想要的啊这种圆润的效果啊。所以我们只做了一行的铺垫，看，先织反针啊，同学们。第一行有点不好织，再加上我们又织了反针，所以它很容易会掉针啊。大家要慢慢的织，同时退下的时候要小心翼翼的。2根针织针不要扯得太远，如果扯远了，2个针套就会很紧，进针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困难啊。所以这点大家要引起注意。好，在织最后一针的时候，依然是啊，保护一下这个小小的线头。看，但是不要用力拉扯它啊，它会使你这个角度边沿这儿变得缩紧，所以大家要注意它啊，让它自然的状态下就可以啦。然后来到正面，之所以上来就织的第一行反针，就是为了迅速来到正面好加针啊。你看，第一针的位置我们要给它加针，提一下啊。加完针以后，一定要向上提一下，使得它的就是刚刚完成的这个针套和之前这针套形成相同的松紧度。中间所有的位置呢，直接织就好啦，不需要加针。到倒数第二针的位置才加针呢。看，one two，在这个位置啊。好啦，最后一针原样织好。好，然后呢，给它继续翻过来啊，来到了反面，反面不需要加针，保持原有的针数啊，我们继续向上就可以啦。好，然后再次翻过来。我们都知道雪纳瑞它有着非常白的这个大嘴巴，甚至是胡子啊，所以啊，我们会把这一部分呢和真实的这种动物的形象尽量的贴近啊，让大家一眼看到就知道是这个品种的小狗狗啊。好，现在正面的第一针依然是需要加针啊，看，提一下，其他的针数原样织好。再到倒数第二针的位置，one two，在这个位置啊，我们还是需要给它再加一次针。好了，最后一针原样织就可以了。再一次来到了反面。反面没有经过任何的增减啊，而是保持原有的针数在织的。好了，再次来到正面之后，还是需要再加针啊。正面第一针的旁边，第一针的位置啊，我们需要加针。好了，然后其他的针套原样的织好就可以了，轻柔的织啊，没有必要太用力的拉扯这个长线。啊，更不能那个针套呢弄得太紧了啊！注意，我们会把织反针的一面来作为表面来缝合。
看，现在是倒数第二针 ，one two， 在这个位置依然需要加针啊。由于小面积的位置，看上去啊，反针会更加的平展整齐，所以呢，我们会将反针作为表面来和这个帽子相缝合啊。但是也看情况，有的时候需要绒毛粗放一些的，也可能会用正面。最后我们看织好的效果，也就是这个时候啊，大家在编织的时候尽量要保持一个非常非常的舒展的状态，让你的织片啊变得非常非常的均匀。好，我们跟他的脸上比一下啊，他是这样的一个圆圆的，然后鼻子呀在这儿，然后眼睛在这儿，眼睛上面还有这样的眉毛，白色的啊。好了，再次来到正面的就不需要加针了啊，给同学们数一下，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啊，在正面的时候啊，十四针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加针了，而是保持原有的这十四针，我们继续向上来，不加针了啊。最少我们要向上织四行啊。现在是十四针的不加针的第一行，翻过来这就是第二行。好了，现在是十四针不加针的第三行。好，第三行完成之后，我们先比对一下啊。好，现在就不要再加针了啊，也就是十四针以后我们向上织三行，来到反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减针了啊。减针的手法大家之前已经了解了，是不是就两针啊横着一起织。注意了，我们只在织反针的这一面的第一针和第一前两针和最后两针的位置减针，其他的地方不变。而且减针的时候要织得紧一点啊，就是织那个两针合一针的时候稍微拉紧一下线，看这两针啊，拉紧一下线，看啊，完成了减针。当然了，来到正面依然要减针啊，前两针 one two， 并且依然织的时候啊紧一点，其他位置原样织就可以了。只在减针的那一针啊，我们织的稍微紧一点。你看，刚刚有一针我还没有织完就掉了，然后直接用手给它捏着啊。你看最后两针依然是拉紧一下长线。好，然后再到了反面，依然是啊，我看看多少针，依然是前两，我看看啊，啊，比一下啊，收到这弯。1 2 3 4 5 6 1 2 3 4 5 6 7 8 9 10 啊，还有十针。好，这位置就不要再那个减针了啊，我们直接给它收针就可以了啊。大家看，前两针 one two， 两针啊，给它穿在一起，织成一针。这时候就不用再有意识的拉紧线了啊。自然状态下就好，织完一针给套回到左针上来，然后你看还是反针的收针啊，我们现在是收针而不是减针，依然是穿上两针，
给它织成一针反针，然后退下来之后把右针上这一针套到左针上来。这个针呢，右针是其实是不动的啊，你看它甚至你看啊，穿上以后直接就去织另外一针，看到了吗？看这按住了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穿的时候确保你穿的是两针啊，可别穿错了，穿错位置的话那一针就会掉了啊。好了，穿完之后剪完之后你这上面还剩了一针，对不对？好，这时候呢我们直接给它留一个小小的线头就可以了，然后拿钩针接管左侧的织针啊，然后用钩针把最后一个小小的线头从最后一针当中给它勾过来，然后放在里边。现在你知道了吧，这一面是织正针的这一面，这面是织反针这一面。因为雪纳瑞这个小狗狗啊，它那个嘴的那个位置的毛呢是纷乱着的，我本想用这条，但这条确实是非常整齐，看着好喜欢啊，但是它那个毛毛很多的，很杂乱的，对不对？所以我还是打算啊用这一头来来完成它这个嘴的部分。线头没关系啊，事后呢我们都会给它一起都缝在这个纹理里边去的，很乱哈。好，下个视频我和大家一起啊。